狗肉火锅行吗？啊，不是狗肉火锅，吃个红烧狗肉啊，红烧狗肉也不能吃，吃个狗鞭，狗鞭也不能吃，可是我想吃狗肉啊，吃个狗耳朵行不行？ 你良心不会觉得痛吗？老师，你这个良心这个地方不会觉得痛吗？要不明天我来换一辆，我来做狗，你来做人行不行？白天你出去上班，我在家死，我的妻子你个狗日的行不行啊？啊，能不能以后别死了？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小baby，要不然我就来。老师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什么叫父债子偿吗？你已经完蛋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刚刚一下把这个飞蛾的妈妈给拍死了，你完蛋了，晚上一大群小飞蛾要过来咬飞蛾扑狗扑死你。 你赶快躲起来吧，小逼崽子！你已经活不过。老师，你这辈子做过最聪明的一件事，就是你今天他妈的悬崖勒狗了，你能懂我的意思吗？你要是不今天悬崖勒狗的话，你都得死。我看到的地上的钱，我放在这上面，一步一步被你扒过去了，还好没有一张是残破的，懂了吗？今天算你走狗屎运，你能懂我的意思吗？你要是咬了你狗，老师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？可是他妈逼这去的也太快了吧！他妈几套枕头套了，五套枕头套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每次你我一回来，你把我弄地上，上面全是你的口水。